我碰见了，我碰见紫金山密码。对不起，我太没有理智了。还好，你只是把算盘砸了。我让你难堪了。是紫金寺让我们难堪了。这个女魔鬼，我以为我这一次能够把她给逮着。我也没想到会扑空的。你下了这么大的决心。这么兴师动众的来帮我，还是让人看了笑话。没人会笑话的。我们这是在破译密码，不是撒网打鱼。天有阴有晴，事有成有败。破译就是试读天书，看懂无字之书。在系统内部，把我们搞破译的人叫做看风者。风从眼前拂面而过，你就要抓住它。江南的灵魂和肉体每天在701的院子徘徊，大家都能看得到，也能想得到。破译虽然不像战场上刺刀见红，但同样需要白刃一样的付出，鲜血，甚至包括生命。你是拿得起放得下，荣辱不惊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我不敢想象我回到演算室见到老陈、小扎，还有那么多苦战30多天的演算员。那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过我那样的经历。我听说你从小是孤儿。至少10岁之前不是。30几年，我父亲和母亲在上海做地下工作。我的父亲也是搞破译的，是上海警备区司令部的总破译师。后来呢？我10岁那年，我的父亲为了送出一份关乎于上海地下党生死存亡的情报，牺牲了。那你的母亲也跟着暴露了？我母亲接受了组织上新的任务，去了南京，从事地下工作。我不能跟着她，甚至不能认她。组织上把我委托给了铁部长和他的爱人，但是不到2年，他们的身份也暴露了。不得不离开上海，跟随红军长征去了。而那年我只有12岁，组织上就把我和一大批像我这样的孩子送去了苏联。而那时候我母亲在南京已经牺牲了，只是没有人有机会跟我说起这些。其实苏联是我的伤心地，我在那里经历了2战，爬过铁丝网，蹲过集中营，看见过纳粹杀人，成批的人在枪声中像麻雀一样倒在了我的身边，而我妻子小雨的生命也永远倒在了那片冰冷的土地上。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想起一个词，静水深流。你这样明目张胆地帮我护着我，不怕有人说闲话吗？不说就不正常了，我为什么不能帮你呢？你是我找来的人，我要仗着你出成绩，我为什么不能护着你呢？你一个单身女人，为了光明千里迢迢跑到这儿，我不护着你谁护着你？这不叫明目张胆，叫光明磊落。心底无私，天地才宽。你越这么说我越觉得对不起你。
我没有替你争气，你要真想为我争气，就不要哭。赶快回十一号楼，回你的破译室，那儿有你对付死金死咸鱼翻身的机会。关汉卿曾经写过《男履一枝花不服老》，里面唱道：“我是个蒸不烂，煮不熟，锤不扁，炒不爆，想当当一粒铜豌豆。”Перед тем, как ты расшифруешь эту телеграмму, никто, кроме идиота, не поверит, что ты этого достигнешь. Ведь это не земля, а шифр не зерно. Однако, если ты ничего не посеешь, то наверняка ничего и не пожнешь. ，小雨啊，我回来了。这一天家里边没人跟你说说话，孤单吗？其实有儿子女儿陪着你，我想你不会孤单。今天我给那两个小家伙通了个电话，他们都挺好的。儿子的学校今天开运动会。 小家伙，八百米得了第一名，像我，有速度，有耐力。女儿从箱子里边翻出了一条你小时候穿过的裙子，说现在穿还不过时，就穿得上学去了。结果到了学校，你猜怎么着？被所有的同学骂成是资产阶级的大小姐，还哭了一鼻子。哎，好了，不早了，你休息吧。我也该睡觉了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你怎么了？ 要不要去医院？黄姨，黄姨，我没事儿，啊，就是累，光明让我累，你也让我累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啊，我爱你，哎，黄姨。 Кто все помнит, тому всегда тяжело на душе. Это логика отношений мужчины и женщины. Это логика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разных стран. 我就是爱你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知道我这么做你会瞧不起我，你会觉得我下贱，会觉得我没有资格。我，你把手松开！一个没有上进，一个没有人爱的你，得不到上进的你，你搞什么名堂啊？ 白天不是说好了吗？要做一粒铜豌豆的。我没有搞明堂，我是要做一颗铜豌豆。在工作上我要做铜豌豆，在爱情上我也要做铜豌豆。在办公室，我没有权利拒绝你，但是在我家里面，我有权利。你走吧。 我不会走的，我就是爱你。你不要过来！我爱你啊！我今生今世要跟你在一起，来生来世我也要跟你在一起。佛说过，让我经历那么多之后还能遇到你，我相信是上天对我的恩赐。我不想再错过这次机会。我相信你是爱我的，只不过你不说告诉我你爱我啊！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字，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字。 我有妻子，你没有权利爱我。你是有妻子，可是他已经死了，那只是他的骨灰盒而已。对于你来讲，他死了；但是对于我来讲，他永远，他活在我心里面。你不觉得你当着他的面？
说那么多话，太不道德，太狠心了吗？你这样做才是对我狠心，你知道吗？我带你来七零幺，是让你来破译光义的，不是让你来跟我谈恋爱的。国家利益高于一切，儿女私情在他们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，就如同一粒尘埃一样。你快走吧，好吗？我不走，我不会走的。你快走吧。我不走。我求你了，你快走好吗？我不走，我不会走的。告诉我你爱我。好，你不走，我走。你不觉得你这样荒唐吗？有你这样爱人的吗？你别走啊！那是谁呀？这么晚了还不回去？你是哪个部门的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需要我帮助吗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可怕鬼，你别吓唬我。哦，你是会一处新来的黄研究员吧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儿了？还是谁欺负你了？天这么冷，你穿的又这么少，回头冻病了，明天就上不了班了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嗨，走吧，都新社会了，还有什么想不通的？走。
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吃过了，吃饭了，来。哎，张先生，昨天晚上你们那儿的那个女数学家怎么回事啊？她怎么了？让我在招待所打完牌出来，都快两点了，她一个人跟丢了魂似的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怪吓人的。你在哪儿看到的她？哦，招待所前面的那个路灯底下。要不是我胆子大了，非把我吓死不可，就像《聊斋》里的女鬼。你那边忙吗？最近的培训工作不是太忙，不过请领导放心，即使有一个人，我也会努力的，因为我面对的是组织。通过三个月的集训，过就是过，不过就是不过。我所做的每一份评语都要为上级负责任的。不过，你们那儿的黄金研究员为什么没有通过集训就直接投入工作了？他比较特殊，属于个案。哦，小飞，哎，黄研究员来了吗？你问我，我还问你呢，怎么你一个人来啊？不是让你叫他每天来上班吗？他没来啊？没有，我刚才在食堂也没看见他。哎，小张，来来来，黄研究员来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赶快给他打电话，徐院长下午要来看望大家。哦。安副院长，我一直在给他宿舍打电话，打了十几个也没人接。去哪儿啊？小树林、河边，还是木工房？最近他老跟江南在一起下棋，你去找找。好。所有搞破译的人都和棋类有一种天然的联系，但只有平庸之辈才会迷恋它。就像海盗毒枭晚年亲近慈善事业一样。黄依依绝对不是平庸之辈，那他也是未老先衰。一个破译家在穷途末路之后，才会在棋类中找回自己的用武之地，做最后的垂死挣扎。依依姐，依依姐，黄研究员上午回来了吗？没注意，好像没有。他爱唱歌，一上午都没听他唱歌了。依依姐，依依姐，没有上台，有卡子吗？
上去喝点酒呢，打个头道。哎，他把你说给夺了去，反让刘备在他手下大将借钱呢。说主公，你要是出兵去打吕布，那刘备还看书，你也不知道休息一会儿。看书也是休息吗？别起来，就在床上吃。你一会儿听中国评书，一会儿看英文小说，你脑子忙得过来吗？我能一心二用，我的烧退了就没事了。有胃口啊，病就好了。看来你身体还是挺好的。我的身体还行，但也不能这么折腾啊。招聘的事情让你看笑话了吧？什么照片啊？哪些照片？我从来没有这样被一个男人伤害过，他挺狠心的，我要忘了他。你说他为什么不喜欢我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想，哎呀，依姐，你就先把这粥吃了吧，别想这些，想了头疼。但是我已经想这些了，我不想吃了。那就别想，来吃，快吃。你说他现在回来了吗？应该回来了吧。他会来看我吗？我不希望他来看。他来看你，你又忘不了他。你希望我忘了他？其实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好。可是你觉得我们俩不可能在一起是吧？依姐，你就把粥喝了行吗？等病好了再说。我觉得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得了相思病了？依姐，依姐，我的侄儿啊！还是应该去看看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。我们夫妻多年，我心里边只有你和光明，我需要他，秦灵要需要他。你不是一向支持我的工作吗？我想这次也不例外，好吗？没锁门呢，你这么快就把碗给洗完了？休息了吗？
谁呀？你是不是烧糊涂了？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哦，是安副院长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的病怎么样了。我好不好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嘛，像我这么下贱的人死了你才高兴呢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这么说我还说什么话呀？你早些休息吧，我就不打扰了，我走了。你走就走吧，反正你也不是真心来看我的，我也不会留你。你怎么还没有走啊？把外衣穿上，小心又感冒。你不是担心我会感冒，是担心你因为感冒影响工作吧？是小寨让你来的？是我自己要来的。你为什么要来看我？你生病了，我来看看你不行吗？作为领导、同事、朋友，或者是作为兄长，你是来看我的笑话吧？你啊，就不能说句好话？好吧，我不说这些了。你进来坐会儿，我说好话给你听。发不发烧了？身体不烧了，但心里烧得慌。我来陪你下盘棋吧。我才不跟你下呢。来。让你先走吧。你吓得过我吗？试试看。那你先走。还是你先走吧。你就这个水平啊，还好意思跟我下棋呢？你看你这个整儿一走，白棋所有的优势都泡汤了，这就叫功亏一篑。这就是你昨天晚上干的好事，一下子把什么都毁了。我们先不谈这个。必须要谈。我要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可以爱我？因为我的心里面已经有了我爱的人，就是那个一向上的人吗？对。你不觉得荒唐吗？我觉得死者的尸骨还未入土就另觅新欢才荒唐。那古人云入土为安，你不给他好好安葬，
还带着他四处乱跑，这样就是对死者尊重吗？我再等一个日子。什么日子？他的忌日，还是他的诞辰？是国庆节、五一节、清明节、端午节？都不是。莫非是我们破译光密的日子？对。那你的意思，只要我们破译了光密，你就可以爱我？你为什么一天到晚嘴里面总是爱啊爱啊？难道没有比爱更重要的了吗？难道有什么比爱更重要吗？对于我来说，现在破译光密最重要，其他的所有事加起来都没有比它重要。说到爱，这是最大的爱，爱党、爱国、爱人民。需要你付出你的生命都愿意，是吗？对。可是爱党、爱国、爱人民，并不代表不能有其他的爱呀。其他的爱，都必须要服从于他。对于我来讲，我现在只想破译光明，别的没有任何念头。我也想破译光明。那就好好破。可我是个怪人，没有爱，我就没有灵感破译光明。你就是太固执了，如果把你这种固执的劲儿用在破译光明上，我想即使没有爱，你也会有灵感的。你真傻。对于国家来说，你是伟大的，对于我，你挺残忍的。你走吧，早点回去，我要睡了。好好休息，等病好了再去上班。这些天你就在家里面歇病假吧。哎，也不跟我告别一下？我刚才不是告别了吗？过来抱抱我。你就把我当作是安德鲁老师一样，要告别来拥抱一下好吗？现在我们都是苏联人，入乡随俗。来，抱抱我。再见。再见。安，破译光密我知道是件很难的事情，但是我有决心要把它破译出来，为了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为了你，还有我自己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撂挑子的。多少年以后，当我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儿孙满堂，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，我依然想不明白，我和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。
没有光秘，我们可能终身无法相遇，但同样因为光秘，注定我和他在相遇之后又各自而去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。来，洗碗巾，还有一个馒头。今天也不知谁烧了高香了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怎么了？黄研究员啊，今天第一个来的，每天他总是最后一个。打水去吧你。没事也可以来啊。我要请个假去木工房。这种事儿你跟小扎说就可以了。她不在，她去接她男朋友去了。哦，那我同意了。谢谢。别这么客气啊，这是我该同意的。再见。王依依，来给我，我送你去木工房。不用了，不算远。你的病还没好透呢，别累着。我正好去医院里开会，顺道。才不顺道呢。绕不了几步。我到了。这个挺沉的，谢谢。哎，哎，黄老师，哎，这个呀，您帮我给毁了，不要了。毁了？嗯，都毁了。哎，我出了那么大力。你花了不少钱，哎呀，我真不知道你做它干什么。我不是还要做吗？您看，图纸给您拿来了，这次挺简单的。黄老师，你做这干什么呀？不是说好不问的吗？您怎么又问？哎，对对对，不问不问。这批活急吗？这批急，您给我快点吧，争取明天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徐师傅，全国粮票，给您。谢谢您，不谢不谢，好，辛苦您了啊！哎，您慢点儿。徐院长，我对安副院长做法很有意见。
他有时候过分的相信黄研究员了。比如说这次吧，我就很纳闷，破译密码还有先找密钥，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嘛，居然你还相信他。老陈啊，什么叫本末倒置啊？我破译密码20多年，还从来没听说过先找密钥的。密钥是什么？就是屋子大门的钥匙。哎，就是给了你钥匙，让你进了门。我们的东西都在保险柜里，保险柜打不开，黄金门有什么用啊？啊，陈叔叔，哎，说话别带情绪嘛，有话好好说。只有我打开了保险柜，就是我没有钥匙进不了门，我可以从窗子爬进去，可以把墙凿个洞钻进去，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那你就信黄研究员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黄研究员是我们请来的数学家。数学家怎么了？数学家他就懂得破译密码？我们是不是要尊重他？陈二胡确实冷了，他不知道这些年随着西方电子计算技术的崛起，密码的研制和破译都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。我就是看不上他。现代的密码、密钥和密码已经合二为一，就像新兴的合金技术把铝和铁完全合成了一种崭新的材料。就在这谈话之间，我为新生的事物而担心，也为黄依依此去之后破译光密的道路而担心。